Hello， 大家好，夏天马上要到了，相信大家都想练好腹肌。今天带来一套五分钟的腹肌跟练计划，包括上腹、下腹以及侧腹，总共是八个动作。我们的规则是训练30秒，组间休息10秒钟。Let's go。
恭喜完成挑战，大家可以一次跟练3至5遍。每次运动我都会配戴蓝牙耳机，不得不说我今天戴的蓝卡 Reno Pro 4骨传导耳机我真的很喜欢。骨传导耳机是通过颅骨传导至颅内，不会对耳膜有任何损伤，不入耳的佩戴，戴久了也不会出现耳朵痛痒的问题。同时一体式硅胶设计，亲肤，佩戴稳固，这款耳机音质也非常好，并且有16GB 内存， IPX8 级的深度防水，戴上它出门做任何运动都可以轻松驾驭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。